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用白菜和粉条来做素包子。先把白菜叶子掰下来，清洗干净，沥干水分。用刀把白擀成包子皮，放上馅料，用自己习惯的手法包起来。包好以后，放入温水锅中，开始醒发。像这样，体积是原来的 1.5 倍大。开火，水开计时，蒸15分钟，焖5分钟，出锅。这样做包子不需要二次醒发，个个白白胖胖，松软不塌陷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